快为金钟50按赞，天天送5000，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乐抽6万大奖。行车记录器清楚记录，这辆轿车本来好好的行驶在新北市汐止的大同路一段，一次车主一个闪神不注意，车子就突然的撞上对向车道路旁的石墩，车子当场翻覆。再看一次车祸瞬间，当时车速并不慢，车子撞上石墩后当场90度向右边翻覆，年约50岁的女驾驶一度受困车内，还好救护人员及时赶到将她救出，女驾驶送医后轻伤没有大碍。事故车辆已经拖到修车厂维修，但撞击力道太强，车头严重毁损变形，驾驶和副驾驶座的安全气囊也都爆开，车子几乎半毁，还好没有造成严重伤亡，是不幸中的大幸。记者张俊慧、徐曼佳，新北市报道。